大哥，今天可以尽兴啊！三弟，这次回去别再让人秦姑娘等了啊！大哥说的对。秦将军，周家通敌叛国，陛下驾旨诛杀，与旁人无关，请您让开。周家满门忠烈，岂容尔等鼠辈污蔑？我等奉旨行事，你若抗旨，便是周家同党。 只要有我在，任何人都不允许伤害周家。那就得罪了。你们几个小子在这嘀咕什么呢？哎呀，爹，弟弟他藏了话，一直憋着没跟您说。哦，爹。 两位哥哥拿我说笑，军中误谈私事。来来来，藏了什么话，说出来我听听。别光说我，你为何呀？哎呀，明日就班师回朝了，你还不赶紧告诉爹？就是啊，赶紧跟爹说吧。磨磨唧唧什么呀？快，赶紧的。好，我说。父亲，儿子执意要娶前晚之为妻，还请父亲答应。 帮我照顾好家人。来来来来，你坐下，坐下。你小子行啊，这是大好事儿啊！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要能把这么好的儿媳妇给我娶回家，我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啊？我就怕人家不肯嫁给你。那怎么可能啊？我们两个这。 哟！多谢父亲，好，小子，来喝酒，来，来来来来。 三月孤影，今夜雪散。看斜阳昏照大地，风沙凄凉。西藏胜过少孤魂的当地风沙，少年时光，脱不下一身戎装。问我心愿有。婉之。 你想说的话，到时候由我来说。